哎，啊，咱即马就要来开始哈，啊，来，请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足欢喜看到各位来上课，但是呢，恁来上课以前，我是毋知影讲恁对台湾民政府即个论述有了解啊无？所以呢，一向吼，我拢会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啦。啊，要问即个问题的时阵呢，我希望你莫看别人的意见，讲你家的意见。啊，讲毋对不要紧，请你目睭开开，莫甲我偷看啦吼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参加无？有参加你举手，无参加你举手，拢免参考别人意见啦。哦，手放落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什么人来轰炸台湾？日本轰炸台湾的，请你举手。美国轰炸台湾，请你举手。哦，第三遍，要问各位哈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你举手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你举手，勇敢的啊！好，手放来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对，请你举手。啊，毋对，请你举手，请你捧来，目睭紧起来。台湾哦，真正是哦，神经错乱了。有人讲日本来轰炸台湾。啊，有人讲是美国轰炸台湾。甲你问讲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会，大家拢会晓讲无爱举手，因为迄阵毋对嘛。啊，你若甲问讲，啊，啥讲住伫国宾饭店的人，国宾饭店毋是伊的，你会甲问讲，啊，无你敢有所有权证？国宾饭店的所有权证你敢有？无嘛，对毋对？啊，无所有权证，当然。毋是你的嘛？你住伫遐尔啦。啊，但是我阁甲你问讲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会举手，一半举手咧。同款的两个问题，迄个逻辑的观念，你搞不清楚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迄是政治上，你甲你讲的，政治上，你甲你迷糊的。我若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啊。啊！大家拢讲足爱台湾的，各位爱台湾的，你举手。爱台湾的，拢足爱台湾的。我甲恁讲，胡锦涛嘛足爱台湾的，马英九嘛足爱台湾的。所以你甲想看卖啊？你讲台湾是台湾人，台湾，我要请问你咧。啊，台湾的所有权你提出来无？会出来你举手我看。果你提出来讲。台湾是迄所有权，你提出来。我甲你讲啦，足简单诶啦。那台湾是台湾人诶，台湾哦，所有台湾人拢毋免交房屋税啦，你就交。啊，你也搁你交税金，你读较快。就是因为台湾毋是你诶，所以你爱交钱吼，管理者嘛，敢若袂输管交哈，交租金嘛，管理费嘛。啊！你若是确确实实你的，啊！你去交什么税金？啊！你讲吼，啊！无到底台湾送的咧？台湾送的来研究一下。你甲看所有历史，什么人有权利来决定台湾？这块土地到底谁的？
真简单嘛。什么人有权利将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来交给别人的？迄人有权利嘛？你的厝，你要卖，因为本来就是登记你的名，所以你有权利去卖，对不对？就简单无？啊，你敢有权利去卖恁到迄隔壁迄间厝？敢有权利？无嘛？啊，所以什么人有权利将台湾这块土地来交给别人？你甲兵历史看卖啊，什么人？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嘛，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嘛，大清帝国的大皇帝，伊有权利将台湾周边的群岛和澎湖来交予日本天皇。啊，你用你的证据对不对？1895年4月17号《马关条约》。你敢看《马关条约》看卖啊？咱所读的历史，中国人写的，伊甲你写啥？《马关条约》，大清割让台湾给日本，是不是写呢？你会记得无？伊是不是写呢？各位，其实伊写呢对不对？完全错误。你敢看《马关条约》伫遮啦？你看伊第一句话写啥？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未签订合约，你有看无？皇帝对皇帝，啥物事？你要看第二条，台湾捆逼周边的群岛含啥物人？含这个亚特澎湖，永远割让给日本帝国的天皇。看无，来，我甲你说明给你听。我有一架车，登记我的名。这架车，我甲这个做总理，我过户给总理，伊钱交乎我。这架车的所有权变成什么来？总理的对不对？总理伊讲伊袂使，伊要给伊后生使，会使哩无？会使啊。敢若袂输日本天皇。这块土地是伊的，但是伊管交什么人管理？交总督。所以即马今日总理的后生塞这架车去共弄掉，造成事端。人讲你造成事端，你共破坏，你爱赔。因后生讲简单嘛，我这架卖掉，这架车我甲卖掉吼，啊来赔你嘛。各位，问题是会使哩无？可不可以？人感觉会使，你举手我看；感觉袂使，你举手我看。啊，这种怎样呢？这真巧呢！今日台湾的情形同款啊，大清帝国的皇帝将台湾周边群岛甲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将迄个管辖权交予伊的总理，交予伊总督。今日总督发动战争，战争的时阵，同盟国对首相东条英机甲处分，甲判死刑。但是对这个日本天皇有甲处分无？没有处分呢。所以，像这种的情形，这架车伊的后生出大事，只要总理伊讲我不爱卖，这架车的所有权要阁是谁的？总理的呢？今日同款，今日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、的主权，无对日本天皇来处分，所以这块土地主权上的日本天皇的，安有简单无？台湾人想足久，想几步啦，逐摆都在咧辩讲啊，这块土主权是上的，啊有人讲啊，美国军事占领美国的 ，no， 恁今日伫咧这个所在咧学的物件。最重要就是占领未当移转主权，国际法、战争法来规定的。所以中华民国有做足侪代志，包括李登辉同款，伊想要废神，想要将中华民国就地合法 ，no。流氓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这是今日咱这论述的重点啦。所以台湾有真侪国际法的专家、博士啊。拢伫研究台湾地位，
无研究战争法，所以用普通的这个国际法来解释台湾这个地位的现状啊，我跟你讲，只能够解释40%而已啦。所以呢，遇到崩壁，崩壁要怎样？自己制造他的理由啦。像陈荣基，他刚才总理讲的，民主选举，总统选举，所以台湾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你谁敢问？你拿出惯例给我看看。你拿出惯例来，全世界有这种的所在无？没有嘛，无这款惯例嘛，没有这种惯例就不成嘛。所以今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，拢认为台湾不是国家，拢认为台湾是要个人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拢认为台湾这个土地要阁是日本天皇的主权，就这么简单。美国甲讲一句话足简单的啦，咱2006年10月20日过美国，美国讲，Roger， 我英名叫 Roger， Roger， 这么简单的问题，恁台湾人听无？我唔是听无啦，教育啦。恁在座各位，我若甲你讲，台湾的民主英雄什么人？你讲一个三个人来人名，我看麦啊，有无举手看麦啊？三个就好，三个民主英雄，你有法度讲无？你无法度啦。但我来跟你讲，中华民国的三个民主英雄，大家拢有法度啦，凊彩都有啦，戚继光啦，岳飞啦，大家拢知影。那你问你台湾，你不知影。我来跟你问讲，新疆伫对，黄河伫对。拢背甲足好个啦，我若甲你问讲大安溪伫底，你讲不出来啦，你袂感觉很丢脸吗？我嘛同款哦，唔是你啦，我嘛同款，很丢脸啦。这是啥物？中国人不爱甲你教，伊想来不爱甲你教。今日会当来上这种课，各位，你的幸运呢？你很幸福呢？外口还有偌济人哦，搞不清楚的呢？每天去过的日子是迷迷糊糊的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大家人在座各位啊，有很年轻的，也有50、60、70岁，但到今天为止，台湾的地位你搞不清楚，你不知道。当我跟你说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，你会怕一下？我跟你说理给你听。1895年4月17日，日本天皇和大清帝国签了马关条约，内底讲啊真清楚，台湾周边的群岛和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任命总督华山之计，在5月7日，在家人的外海横滨湾顶端办交割。什么叫做台湾周边群岛？其实所谓的周边群岛就是啥，和咱台湾这块大土地的这个下卡连做伙，岩石连做伙啊浮出来，遐叫做周边群岛啦。这周边群岛有几个岛？36个啦。当时你交割的时候，清清楚楚，这粒岛、这粒岛、这粒岛，安尼。交割三天了，其中有一粒岛叫做钓鱼台。这粒岛日本人在1895年1月14日又宣布，伊讲尖阁群岛是无人的岛屿，无人的岛。国际法规定，若无人岛，你想什么人先占？伫顶端该采一个标志，宣布 claim， 伫国际法的这个 claim。可能以后这块土地会当变成你的，但是中国在2月份，1895年的2月宣布 ，No， 我中国的渔船、渔民老早在这个钓鱼台常常出现，所以我无遵守。但是过过2个月，4月17日，马关条约已经讲啊，第2条，台湾的周边群岛永远挂号日本天皇。这个周边群岛都是包含钓鱼台啊，
所以中华民国外交部差不多两年前请我吃两遍饭，跟我问说，欸，林先生，我都知道你有研究，啊，请问呢，钓鱼台上的，我说你要听清楚哦，你不能跟我话听一半哦，钓鱼台是属台湾的，但是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啊，你说那上的，日本天皇啊，这么清楚啊，啊，所以马英九伊伫宣布的时阵，因为伊的外交部的参议有甲我食过饭，当伊请我，毋是我请的哦，伊请我食两遍饭，伫外交部下骹的餐厅，伊已经足清楚，所以相信伊的报告嘛是甲马英九讲，所以马英九竟然伊当讲啥，钓鱼台是属于中华民国的，伊即马就是中华民国等于啥？台湾呢，啊？其实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那你报纸顶个足清楚啊，伊个墓碑嘛有啊，伊个墓碑伫南京啊，迄中山陵啊，你有看到墓碑无？咱这边分好了，你来看麦啊，是毋是死啊？中华民国西元诶，公元1912年到1949年，有无？伊个墓碑伫遮啦，啊，所以这台湾人到今日。还要认这个墓碑，说台湾的名字叫做这个啦，啊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啊，这最可笑是什么？中华民国的蔡英文，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，10月11日，在高雄的劳工体育中心，他说什么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我甲各位讲，美国人听到这句话，瞪刀啊，用迄个 V 字头的英语干嘛？我在场啊，我有看呀。所以伊甲我讲，伊讲我甲你讲一个秘密：蔡英文去美国的时阵，无去国务院啦，无去个国防部啦，是伫美国的国会办公室含两个人讲话啦，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安局的智库，另外一个是。国会的迄个办公室的主管呐，落尾啊，蔡英文去讲了，回来的时阵啊，美国这边是甲我讲哦，欸，不错呢，这蔡英文啊，伊跟我们讲讲啊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美国真欢喜呢，用哇，好不容易，恁的这个啊，做民进党这个选总统的啊，已经知影伊的地位啊，中华民国的地位啊啦。但是没想到10月10日回来又给你发表这个啦，美国全起码坏，很起码坏哦，就开心吗？这个女人骗我们，那当时就跟我说，他说什么？蔡英文绝对不掉。但是你看看，为10月到这个12月的时候，蔡英文的气势哪里好呢？你敢不感觉那个时候，甚至阿扁就认为他会当选了。12月31日，台湾民政府在这举办一个忘年会，当时1000个人来参加。美国 CIA 跟我讲，我跟你讲，马英九会赢蔡英文80万票。那时候跟我讲这个，我讲我有听唔对啊未？80万票，我跟他讲你不要搞不清楚哦。这个代志我若宣布，啊，若唔对的时候台湾民政府关门呢。那你要你敢宣布无？要求这款的选举差80万票，你也敢讲？千几万人，1300万人去投票，啊，讲差80万，伊敢甲你讲的？搁要宣布的前一天，搁甲讲哦 ，Roger， 做你宣布，我甲你负责。所以12月30日，我正先宣布，就一只尔。我讲蔡英文会输马英九80万票。宣布两届，而且我搁讲，啊，若无影安尼，我头剁起来，互你做椅仔坐，偌足大呢。所以1月14日投票有无？含日本人来，咱只投票的结论是安那，输偌济，80万以上，落尾差1000票。想到这点啊，你人讲
鸡毛皮会强强起来呢？会不？你有惊到无？高阳有迄个伫跋迄个迄、那个叫做跋脚的吼，叫警察查到，倒点五千几万，听讲伊赢几啊亿啦。警察甲问讲，啊你乃知影讲蔡英文会赢，会输这个八十万票？用台有人讲呢？迄人咧讲我啊，但是可笑的吼，我比较跋脚，煞我无赚着钱呢。今年12月31日，咱阁要办第二次的忘年会，希望迄一天，美国会当 CIA 阁甲咱讲一寡，会当互我从头剁出来，互大家做伊阿姐。哎，好冇？啊，好，甲拍手。啊，你无拍手？各位，1895年5月2日办高挂，5月17日日本政府的总督华山之际第一任的，伊宣布，为即刚开始，台湾开始实施日本政府的政治，叫做史政纪念日。自迄刚开始。台湾这块土地的人变作日本台湾的居民，不是公民哦。那个时阵，台湾人有在讲，日本有宣布讲，予你两年的思考期。在这两年内底，你若要留伫遮做日本人诶，你会当留咧，安尼你是日本的国民。但是你若无爱做诶，你会当将财产卖掉，搬倒去中国。有1320个人财产卖卖的，迄当阵呢，台湾的人口偌济，300万尔，卖卖的转去中国，但是拢无到半年，拢个一个锁定。伊感觉讲啊，中国都无法度生活，还是转来做日本人较好。迄当阵台湾的日本人呢，因为犹阁是属于中国的国籍，所以日本人互你两年思考期以后啊。伊开始照万国公法，将台湾人要甲变作日本人，伊说一下就互你变呢，毋是讲马上要互你变作日本的公民呢，没有那么快呢。因为安那，你都袂晓讲日本话啊，啊，全世界人讲袂晓讲日本的人来做日本的国民公民，所以伊伫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，皇民化，皇民化是啥？互台湾人学日本话。台湾人来改变伊的姓名，当你不爱改也可以。1937年，一直到1945年4月1日，即一天，日本天皇公布，伫台湾即个土地实施日本宪法。日本宪法伫实施即个照万国公法的规定，予台湾即个土地人民拥有参战权、甲参政权，所以。日本天皇命令台湾会使选5个人就做参议员，参议院的参议员会当去日本参加伊的国会开会，啊，毛产生5个有啊，历史记录拢有啊。所以为此刚开始，台湾人若去做兵的，才是真正的日本军呢、啊。啊，这个日本军含以前。台湾人要参加日本做伊军队，敢会使哩 ？No， 国际法规定真清楚，若毋是你的国民去做兵诶，上侪会当用义勇军、志愿军呢、啊。这是啥呐？高山族诶，去叫一个叫做高沙义勇军、义勇队了。这個、高沙替日本政府打下了汗马功劳呢。迄当阵高山是足厉害呢，啊！迄当阵因要去做兵，敢是日本人甲强迫的？唔是呢，自愿的呢，足侪人自愿要去的呢。我相信在座各位，可能原来有你的亲戚去做日本兵的。迄当阵敢唔敢你强迫？无呢，一直到1945年4月7日以后，才开始有征兵呢。而且做兵是伫国际法内底意义是啥？你若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、国民，你袂当去做兵呢。甲美国嘛同款啊呢。美国人鼓励你去做美国的军队，
啊，若做兵的时阵，互你安怎？唔免，你本来是绿卡的，互你变作唔是绿卡，马上变作美国的公民。做兵是啊，因为做兵伫国际法内底叫做效忠问题，效忠。所以台湾人去做日本兵，啊，佫因为伊这个宪法伫台湾实施，完全符合万国公法，所以这块土地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战争就是失败，袂当割。啊，因为袂当割，所以后尾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日本就是想讲要将台湾这块土地割予任何人，敢会使哩 ？No。国际法规定啊，足清楚的。啊，有迄个例无？有。马关条约时阵，当时从辽东半岛啊，嘛是挂予日本天皇。但是呢，辽东半岛挂予日本天皇，三个国家出来抗议：意大利、德国甲苏联。You know， 这个因日本叫做三国，叫做三国抗议啦。这三国抗议是啥？伊讲国际法来。辽东未当挂予日本天皇，辽东叫做啥？奉天呐、啊。奉天是啥？奉天就是日这个清朝伊的祖先伫这个奉天呐、啊、开始兴旺起来，迄是等于伊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所以伫马关条约以后的十天，日本天皇只有阁叫因阁签一个叫做《辽南条约》，将辽东半岛奉天呐、啊、完全归还给大清帝国。足清楚的。啊，你要讲台湾，台湾伫1951年签了着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1952年4月28日生效。生效的第二条，伊写 Japan renounces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all 不读英语，你用啥？ALL 后面要加啥复数 S 对不对？但是无呢 ，All right 安尼样呢 ？Title 无加 S 呢？啊加啥 ？And claim 拢无呢？你来看这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有无？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配偶的所有权利、名气甲请求权，因为日本天皇。已经将台湾这块土地交予伊的总理的负担了，就是总理啥政府啦。啊，所以这块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同盟国甲日本政府讲，安尼台湾这块土地你卖去管了。所以日本的吉田茂，伊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啦，伫1963年，伊写就一本册，伊讲 The World and Japan， 世界甲日本。其中足清楚，163页足清楚，甲你讲，伊讲啥？我日本政府没有放弃台湾主权，我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，right of sovereignty。什么叫 right of sovereignty？ 主权权利。啊，那主权权利放弃，啊，佫一个物件，一个义务嘛。啊、因为这块土地是啥个？是日本天皇。因为日本天皇在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一条的美，伊应该规定讲，对日本你家所有的土地，你不能够表示意见，就是将国家的事情、国事来交代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来管。所以日本后尾啊，这个日本根据《波茨坦宣言》剩四粒岛，福海岛。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和九州，啊，这四粒岛，马卡萨改定一个新的宪法，就是将伊旧的宪法改改第四条和第九条，安尼变作一个新的日本政府。但这个新的日本政府，所以日本天皇，伊将伊所有权，包括这四块土地的所有权啊，来交予啥物啊？交予新的日本政府。所以严格来讲，日本天皇。有写一个御笔，就是伊亲自颁定的一个给全日本的人。伊写啥？各位是新的日本政府，各位是日本政府的国民，国民，就是新的日本，今日日本
因间的地位。虽然因唔是日本天皇直接管，但是这块四块大岛，还阁是日本天皇伊的土地。讲过转来来讲台湾，日本天皇1945年四月七日宣布一块块土地实施日本的宪，这个日本的宪法，所以这块土地已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到今日为止，今日为止，我请问你咧。日本天皇有没有放弃台湾？没有。就这张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有处分吗？没有。所以很简单，法律的问题很简单，法律的条文如果没给你写就不会罚你。所以这块土地要还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。所以台湾人跟你话说台湾要独立，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，你要去问这块土地主人啊，主人是啥？日本天皇啊。所以咱伫2010年的九月七八，伫美国举行酒会，成立民政府成立的酒会时阵，美国拢不爱甲你讲啥，送你两张图，你的倒手边迄两张，一张就是皇宫，皇宫你有看哦？另外一张就是奥巴马，你看头前嘛无要紧，奥巴马你有看哦？各位。美国伊拢不爱讲光复话，伊敢若讲你，因为我因为毋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所以我无法度去美国，所以我无去。但是伊交这两张图，互去参加的人，你等于交互你秘书长，伊就知啊。我看到这两张图，夭寿啊！台湾地位一只啦，属于日本天皇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当然啦，2006年十月二四，咱就去甲告啊。因为我研究伊啊，我足清楚呀，我开始甲告。告了后，2009年四月七七，美国的地方法院，美国的高等法院宣判五点：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；第三，本土台湾人生活伫政治炼狱；第四，承认美国军事政府仍然在台湾占领。第五，要求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林志兴等228个的人权。这五点。所以2008年的二月七日，咱就开始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照万国公法正式宣布，在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，台湾人民家己组织。台湾民政府，这是2008年二月七日，但是2010年七月七日，美国国务院邀请咱台湾民政府去伫美国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办公室。到今日为止，这个办公室还搁咧。外口有一挂独派，还是好啊，还是这个拿军的啊，讲那个已经没有那个办公室在那里了。乌白讲了，是安怎乌白讲？因为办公室伫遐。那租金很贵，但是里面的秘书我们要去付钱，我们里面还有两个秘书，每一个月我们就又寄支票，所以两个秘书到今天为止还在里面，你有欢喜吗？有吗？租金很贵，你有交钱给我们吗？拢无嘛，啥物人交钱你举手？我甲你五块嘛，有无？奇怪呢，我嘛无交钱呢，啊，大家拢无交钱，竟然有人甲咱讲咱诈骗集团，我足奇怪呢。咱是政府呢，但是我毋捌向咱所有的台湾人，不管你是遮也好，伫外口也好，甲你讲，恁无款，甲民进党绝对无共呢。咱唔捌要求无款的，甚至有足济人要无款予咱啊，我们拒绝接受呢。我讲哦，我若无款，遐钱收咧哦，我会甲民进党共款啦。后摆你要啥？你要做官？够有人好心讲要予你钱，来路不明的钱啊，不能碰啦。但是，小花真辛苦啦，头前迄几年哦。总理啦，我啦，议长啦，咱这干部拢真辛苦啦。但咱即马
敢那看起来表面上敢那足有钱诶呢？咱顶十几摆半版诶广告，你有看无？九月十六，九月十七，《自由时报》的头版，你有看无？你知影迄个偌侪钱？毋是20万呢，200万呢。六月二六，七间报纸半版，你有看到无？内底写这半版是啥？《中国时报》《联合报》啊，《自由时报》《工商时报》《经济时报》《苹果日报》加这个啥《联合晚报》，七部拢顶呢。咱最近嘛搁顶呢，桃园的桃竹苗的十月十六啊十五，你有看无？这尼啊，接你看不转，还钱唔得位做来呢？啊，拢无人无看，我袂当讲啊，但是我会当用手势互你知影啦。甲迄个林书豪啊，伊用手比安尼啦，啊，我用安尼比啦，啊，你家己去约，啊，无咱闹钱。很简单的嘛，谁人要给你帮忙，那个人要来，那不是那个人，当然啦，代表是生得比较黑啦，他给你帮忙的是因为啦，你的论述是对的啊，我有跟他说呢，你如果中华民国给他继续下去，我要继续给你告呢，他派他小弟来给我们见两次面啦，你现在不能告我哥哥啦，我哥现在在选总统呢，我很简单啊，你要答应我的要求，你要给他答应啊，有啊，他就叫范宜的选票都在做啊，有在做吗？有在做，台湾人看无？第一，中华民国所有的部队的 logo 都去掉了，我已经宣布一年了，从头你大家去宣布，大家拢唔够可能。中华民国部队迄个国药拢无去啊！你捌看无？你看伊个飞机、伊个战车、伊个船顶管，还佫迄个国药无？拢无啊！甚至伊个帽啊顶管，迄个嘛无去啊！靠！全世界有部队讲无迄个 logo 诶，敢有迄款诶？其实。中华民国是符合美国国务院宣布的恐怖分子的。恐怖分子的定义是啥？三个。第一个，不是国家。啊，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？不是嘛，美国讲的啊。你有听到无？你无听到美国讲它不是国家吗？2004年十月二四，那个鲍尔讲的啊，有无？你袂记得安尼吼？伊讲的啊，台湾中华民国都不是国家，不是享有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啊，佫足侪文件拢安尼讲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。第二，他拥有武器，中华人有没有武器？有啊，甚物人可以？美国啊，甚物人入侵？台湾人啊。安尼，中华民国这两点已经符合。第三点足重要的。在当地征兵呢？你美国你国务院家己宣布讲恐怖分子三个条件啊，这中华民国家你宣布的三个条件完全答对呢。我请问你啊，中华民国你变哪甲处理？中华民国前一天啊，讲要将迄个飞弹要甲摕去太平岛有无？AIT 而已， AIT 是民間組織的，出來說 No, 你不可以，有嗎？中華民國不敢去，為什麼？飛彈頂管沒有那個 logo， 就等於海盜行為呢。這個癌死的孩子，中華民國那個林芳玉啊，林玉芳，那個不知道呢。我們為什麼要聽 AIT 的話？各位，美国在台湾表现的一切，是在行使他的权力呢？什么权力？占领的权力啊！台湾人不知道啊。台湾人到今日，敢那亲像总理你讲的，建拜若报纸出来，
哦，台湾已经主权独立了，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听美国的？我老早也有讲，美国牛啊，那个牛肉啊，民进党出来当时足戆的啦，国民党提资料给伊啊，讲迄牛哦、啊，牛肉哦、啊、有毒啦，你都唔知影，猪肉比牛肉的毒素低4000倍啦。啊，美国牛，台湾人有几人食起美国牛的？来，我问看麦，食牛肉你举手我看，你有去食牛肉？嗯，啊，这边敢若有较侪呢吼，食牛肉吼、哦，台湾人是真少啦，听人讲啦。迄美国牛是啥物食的？美军呐、啊，美国的普天间基地19000名，其中的9000名马上要选来台湾呐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不一定相信，但如果听我跟你讲，10月7日，希拉蕊伊宣布讲台湾护照免签证。什么叫免签证啊？我感觉伊这是跟中国没得配合的。什么叫免签证？捌去日本的亚洲玩看，日本。啊好，哦，真济嘛！啊，你去日本的时阵，请问你有签证无？有无？哎，拢无声音，那是安怎？你去日本有签证无？啊，是安那无签证？是不是你护照摕咧去机场买一张机票，你就坐飞机，啊，就入去日本，安尼叫做免签证了。即摆安怎签证？网络签证。你网络都爱去什么人？爱国土安全部呢？这官方的呢 ？AIT 是民间的呢？竟然民间的换做官方的，欸，这里有玄机呢，但大家都看不到啊，因为我老早在这宣布，我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，我头读出来给大家做压制，所以10月7日，哦，哇，等了有够多，秘书长啊，你的阿妈棍会上啊呗？还没讲哦，我嘛是当时有惊到呢，要受媒体报纸拢安尼写。你太袂惊，所以10月7日早起开始，我都唔敢出门，我就坐下。我伫创啥？我伫等电话啊。好佳哉，9点准时，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电话给我，甲我讲经过情形，伊讲绝对没有免签证，而是在我们的国土安全部的网路上面去签证。怎么过来啊？网路签证的时阵。伊即摆委托吼旅行社伫做，尤其是迪士尼乐园伫做。啊，伊即摆网络签证伊写啥？伊用的是国土安全部哦。伊讲费用爱偌济，74块美金。74块美金，其中的14块是美国的政府要提起。74块美金，哪个算出来？30块来算，多2300啊，对不对？啊，2300是签偌久？2年。啊，那 AIT 去签的顺序4800，5年。台湾人啊，较巧的。啊，即马网络签证有较俗无？有无？5年 AIT 4800，啊，伊叫网络签证2年2300，安尼有较俗无？台湾人袂晓算呢，真的台湾人袂晓算呢。即个吼有一个故事啊，讲朝三暮四啊，迄高山啊吼，早时。给他3粒，暗时给他4粒，要生气啊！你怎么可以改变？早时给你4粒，暗时给你3粒，高山很欢喜的。台湾人就高山那同款啊，无定呢。伊即马换做讲早时4粒，下晡时才2粒，还是1粒给你尔。为4800变做6000块，啊，大家欢喜，免签证。哎，台湾人有戆无？你敢讲有无？你唔敢讲啊！台湾人都唔敢讲啊！有讲无？较勇敢的啦！有讲无？啊，那有讲你拍破啊！讲你有讲，哎、欸，你真正拍嘞哦！我你讲你讲，你讲你有，我跟你讲吼，啊，台湾人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是签证，啊，即嘛签证啊呐，迄无代无钱，迄斯文礼啊，竟然伫伊个 Facebook， 伊所讲的，我讲的伊有偷听啦。咱上课拢有较好听啦，所以是 Facebook 内底讲的代志，拢是我上课讲的，每一条都有啦。哇，中我要气坏呢！因为迄个观众，哦，有够坏呢，哦，要处分呐、啊！人讲实在话，你要处分什么？你那免签证，
你甲我讲，有免签证，37个国家干那台湾安尼尔呢？其他人日本人要去美国安那？干那护照摕着就去啊？啊，你台湾在上网啊？为什么要上网？我甲你讲真正理由啦。美国的 Homeland Security 甲我讲，我要防止台即、中国人入去台湾啦，入去美国啦。啊，美国的即、防止即、中国人要入去美国。因为美国人足爱，中国人真爱用中华民国迄本护照。我昨昏昨日吼，我伫即个台中，我若共款有说明会，安那呢？咱受训2200个，我拢分一摆拢100个，你甲伊演讲。啊，即、个昨日吼，伫台中啊，啊，因为咱伫网顶拢有公布讲伫对你演讲，啊，有走来听呢，吼、规间的迄个教堂啊，满，拢无有坐呢。啊，两个人哦，我咧讲过，两个人握手呢。有两个牙签呢，一个甲我讲吼，林秘书长，你讲的我甲你证实没有错。我证实什么代志？我拄拄啊为美国回来，我去经过海关的时阵，海关甲我讲，你的护照顶关是啥啥？因为我都摕一本啊，我台湾啊，我来自台湾啊。伊讲你讲白贼，你的护照顶关啥 ？Republic of China， 中国人？又无啦，什么我中国人？全华航的翻译官，伊不要讲英语嘛，叫华航的翻译官来。华航小姐就来，伊讲，你甲讲，你叫伊摕身份证我看。啊，伊就摕身份证，规规矩摕身份证啊。啊，甲翻译讲，啊，你读我看，上面写什么？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伊讲，你再讲一次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啊，是中国人啊，台湾人。什么人？你嘛拢有啊！你拢有啊！你拢有啊！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唔敢讲你好吗？你唔是中国人吗？所以海关就甲讲 ，no， 不能进去。嗨啦！伊讲你将你的口袋物件拢掏出来，啊，就开始摕出来。啊，摕出来吼、哦，有钞票嘛？伊甲钞票讲，你，伊无甲摕啦，伊叫伊家己摕。你拿这个钞票拿出来看看。好，迄个翻译官讲：“你看这个钞票上面写，我讲伊拢超过的啦，美国拢超过的啦。顶管写啥？你有钞票无？摕出来看麦啊！铜板嘛，无要紧。顶管写啥？中华民国。嚯、哦，嗨啦嗨啦，扣掉两点钟久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代志是好发生的第三件啦。罗贝要甲放伊走的时候，佫甲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才是注意。”因为我告诉你，你们已经有台湾政府发行的身份证啊，你为什么没有？那人不知道呢，那人哦，听到莫名其妙呢。伊讲哦，我本来冇听过啊，啊，回来台湾马上叫因后生啊，你给他拍那个网上去给他看麦啊。竟然讲有台湾政府发行的台湾身份证呢、啊，讲去发了，拍几笔，啊，看到台湾民政府。夭壽哦，这简单啊！所以那两个人，啊，佫另外一个人举手，用我证实，那人讲的是真的。两个啊，第一个是啥？余华东一个查某的，迄查某佫较可怜。袂当，伊是袂，伊袂好入去，袂好入去啊！原机遣返，啊，原机遣返无办机票啊，叫伊坐飞机去欧洲，佫坐倒转来，安尼开800块美金，各位。我跟你讲，这款的戏哦，会愈来愈多啦。所以美国你跟恁斗三工啦，美国跟恁斗三工，和台湾人去申请台湾的身份证啦。所以你后摆出去，你唔通讲你台湾人啦。你若台湾人，人跟你讲，啊，你无你摕身份证给我看。但是你若有迄本台湾的身份证摕出来，我是台湾人。啊，若无你敢来有资格讲啥？你是中国人啦。是台湾人有矛盾嘛？台湾人头壳有歹无？有歹无？歹较足严重个呢。啊，你看参加通常迄个奥运，什么运有啊？中华民国用什么名 ？Chinese Taipei 对不对 ？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？中国台北啊，举手，中国台北。好啊，中华台北。啊，无举手什么意思？对啦，那有偷看过我上课讲的，
我是这句话，我是五年前就讲啊。Chinese Taipei 就是哈 ，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in Taipei， 这流亡政府一定是国家的名，后边要加一个城市啦。啊，你讲啊，啊，世界里有啊，有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法国人流亡伫伦敦，伊叫做啥 ？French London。比利时，我那赶快流亡在伦敦，叫做 Berlin London。韩国流亡伫上海 ，Korea 上海。中华民国在1949年12月7日，伊所谓迁都台北，就是流亡在台北。啊，所以一方面你用的钞票是中华民国，一方面你搁家己唔知讲，迄个流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。所以呢，今日我伫迄个高沙族伫演讲的时候，毛人讲：“哎、欸，我们不是有民主选举啊？刚才咱总理所讲的，我有民主选举，对啊，啊，我们不是已经选了台湾总统吗？啊，台湾总统，我马英九当时讲伊是台湾总统。”伊是美国又讲一句话：“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。”这俗啦呢？伊用哈语言上面的一种变巧。其实伊是伊每一摆，我甲注意看伊每一摆人讲啥：“我是中华民国总统，有无？”上好伊继续讲。即马美国呐宣布这哈、個，中华民国哈，伊就温死的啦！我甲你讲，伊绝对温死的。咱即马，咱咧办迄个台湾身份证的时阵吼，爱阁附啥？日本时代迄个户籍成本对吧？即马伊竟然下令，所有全台湾的户口，户政事务所，啊去记录讲，你即个月有几个人去申请啦？为什么你敢知影？伊开始咧算馒头啦，伊美国甲咱讲过啊，你。台湾民政府送三个文件，你把我最高法院，我就将证款还给您。你们知道这三项文件什么没有？什么无？啊，你无拍手，我哪要讲？第一，当年2006年10月2日是你告美国的时阵，你讲林志兴顶228，因为你名单还未上翻呢。其实哦。迄当阵的名单哦，无加20个啦。但是我来用一个228呢，因为迄当美国律师讲，现在才刚才刚刚拄啊开始拍官司，这228较慢才来上。啊，所以咱已经组成台湾民政府啊。所以呢，咱就甲各州的州长讲，恁每一州会当分到30个。高沙族较少人，分20个。但是拍摄吼，我林志升哦分28，啊开始去登记，啊所以这上去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以后啊，这228个，就敢那卖出美国的独立宣言有72个人签字，做美国的这个 create 就是创造者，台湾政府的创造者将会有这228位。但是各位已经拢这228拢用完啦，已经拢客满啦，因为吼无够啦，啊，歹势无啊多。第二个文件，咱来这款训练爱训练4000名的高级班啦，奇怪，需要4000名，啊3000名会使无？啊5000名会使无？坦白讲。在去年1月14日第一期的时候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。啊，我就很简单，美国怎么这样跟我说这样，啊，就这样做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1945年，到的时候，中华民国在台湾成立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做行政长官公署，另外一个叫台湾警备总部。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就等于是中国的军政府啦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啥？台湾民政府啦，就中国台湾民政府啦。
啊，伊当阵伊派偌济人公务人员来台湾，1000名啦。所以才会造成讲，咱迄个时阵啊，咱小学的时阵啊，有迄个中国人啊，国小毕业就伫做校长的，你有拄着无？有真正捌拄着吧？啊，甚至，欸，我读建中呢，我建中的英语老师吼，敢若会晓讲英语，讲一工尔啦，头一个头一节课讲的啦。夭壽哦，一个欧巴桑上课吼，拢讲英文啦，我看伊是背的啦。哈，啊，你上课拢用讲英文，啊，我那听拢无，因为伊口音足重的。啊，我想我建中呢。我是建中呢，我看阮边仔欢迎，大家同学拢跟我差不多呢。好佳哉，伊干那会当讲一节课尔啦，第二节课了啊，伊就原形毕露啊。同款，遐中国人来的时阵啊，迄一千名会当讲水准足低啦，但是拢是台湾占迄个主管的位咧。虽然今日训练4000名，各位，咱这无。拢要够小学毕业无？有无？我甲看咱都无小学毕业啊，所以咱有资格做台湾民政府的行政官员无？有无？绝对有嘛，对不对？甲你拍鼓咧，我甲你讲，唔管你的年龄，你几岁嘛无要紧，你就是。要来接伫美国民主政府下骹，要来台湾政府，要来接台湾政府的正式的官员呐。但是你若要接这个正式的官员，你袂当无读册呢，袂当讲坐嚟讲，甲美国讲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就是啊，免讲啊。所以你都要读呢。我甲各位讲，你的上课以外，拜托你来读一本册啦，《新台湾论》呐。这本书真高，但是不是要叫你读好看，你一定要买起来，买回去之后要去读。一本我们受训的人是500块啦，这无论哪你一定要买。男的哦，减去外口喝一顿酒，男的哦，胭脂减一条都有钱啦。而且这本你一定要去读，所有台湾的论述都在里面。我跟你讲哦，咱的受训的同心啊，上济有看7摆。台湾的论述啊，非常的深。你干那读7摆哦，坦白讲哦，你不一定读有呢。欸，我算头脑真好呢。经过所有迄本册，不管对字拢是我亲自写的。你讲啊，你那遐个年啊搞？坦白讲啊，我有资料啦。我今日若无资料，我嘛写袂出来。啊，是安尼写会出来，因为咱过美国以后啊，美国有关单位啊开始提供资料啦。因为有这资料，所以有真侪人讲哇，啊，你这林某某，啊，你哪有资料？啊，是美国提供的啊。啊，是啊，因为我甲告啊，所以有的人会很不服气啦。但是歹势，你不服气也没有办法。啊，不就已经过美国无里边啦。刚刚阿扁也咧讲诶。所以各位，第三个就是美国讲第三个文件爱送啥 ？ID 啦，就身份证啦。到底你台湾民政府有办这个 ID 办几份呐？你知伊头一摆甲我讲偌济？650万呐、啊，夭壽哦，650份，650万份呢、欸，啊！我靠，啥650万？伊讲啊，你投票毋是当作有1300万，啊，一半都要650万。啊，我讲嗨啊，安尼我台湾的永远互你统治，永远互迄个死中国你统治啊。啊，伊即摆家己改变了呢，伊摆即摆局势变到遮来吼，马英九直直要直直挖位中国去有啊。伊讲免，即摆免遐济啊，无啊你免遐济啊，无爱几分，因为我算互你听。台湾2300万扣掉300万的中国人，迄不是台湾人嘛？按了2000万对不对？2000万内底的台湾人啊，有一半的台湾人，伊拢会认为讲，伊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谢中廷就这种人啊，泪流满面，正港的啊，
认为伊讲伊是台湾人，啊嘛是中国人啊，所以这个人伊讲甲切掉，啊唔剩一千万对不对？一千万，这几年的投票率是67%，安尼一千万佫乘以67%多来670万，670万扣掉红影无投票权的，年纪较大个无你许，普通来讲，伊迄投票差不多50%啦。啊，所以670万的50%多335万呐、啊。联合国同意叫做啥？南苏丹独立的时阵呐、啊，联合国规定的投票是12.25%啦，12.25%啦，去投票。啊，所以335万乘以12.25等于41万呐、啊。啊，好加载！啊，那41万呐、啊，所以我一旦伫这个所在，甲咱国会宣布，台湾民政府满两年近一年接到政款，今年12月31日，东港啊，我要拜托总理啊宣布，所有的2200个现主持的受训的人员，一个人介绍一个，啊，就4000个啊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拍手一下。你不能拍手而已，你拍手表示说你同意哦，你要负责介绍哦。啊，有4400个，你有欢喜不？很欢喜的。咱现在现主持有六个州，一个主题政府，三个宣达团，啊，另外九个组织，都到达到20个组织。20个组织，一个组织附近20000票，20000的 ID 有困难吗？没有困难的。安尼40万够有困难？没有呢，所以我敢讲，听清楚，上班两年，近一年，台湾民政府接政权。所以中华民国伫今天啊，开始是算馒头啊，较紧来讲叫所谓火箭事务所先身份证的人，日本时代都爱提起，我已经改变了啦，你要先身份证，唔免提日本时代啦。你提用中华民国迄本的身份证，伫旧年6月29以前发的身份证，我拢甲你承认啦。是安怎？6月29以前伫台湾设置的，拢是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《ECFA》。《ECFA》签了就是国共的内战停止结束，你遐死中国人会当倒去啊？共匪袂甲你害啊？啊、有利无？你美国甲我讲的，所以6月29，伊埃克法签了6月30迄一天，离开台湾36年的第七舰队的部队，就伫左营登陆啊。TVBS 唔知是报七届，报七届啊停啊，但是你等于电脑去查查有，去年6月30。TVBS 的新闻，一来以后直接兵车弄去啥青川港，所以今日青川港是已经和美国的军队、美国的空军拢伫内底啊。所以有个人是青川港做兵的，因为有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民营的，一部分是军方的。咱台湾民政府嘛，捌去甲参观。内底吼，空军遐内底吼，拢讲英文，敢若袂输你伫外国共款。各位，美国已经伫内底2000位啊。台东的长滨，花莲的嘉山，新店的乐山，左营、基隆，搁即个也做即、這个即、這個、新店。拢已经美军拢伫咱内底啊！美国的 CIA 伫台湾有2000名，咱咧上课三不五时啊，美国的 CIA 嘛派人来甲咱参加上课，甚至国库安就是迄个即摆负责签证的国土安全部啊，嘛有来上课，啊嘛伫咱遮讲话，不过伊讲话时讲，我的相片不能出去，不能拍照，咱有法尊重。所以呢，咱台湾民政府伫咧上课，毋是上假诶，咱嘛足认真诶呢。
一分钟咱嘛无共，甲恁占到便宜呢。所以今日台湾民政府，你会问讲啊，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法律伫倒？你一定爱知影啊，啊无你台湾民政府为着走出来，你要会当用台湾国、台湾共和国、台湾临时政府这名会使哩无 ？No， 绝对袂使。干那有会当用啥？台湾民政府，英语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民政府是根据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、根据《战争法》、根据《万国公法》、《主人法》所成立的。是安怎？从占领地区的老百姓爱主动成立民政府，同时占领者要给你承认。问题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伊无给你成立台湾民政府啊。李登辉甚至要将台湾省政府要给废掉呢。美国讲 no， 啊，怎给你废掉？要动神啊！迄阵要废省啊，美国出面啊 ，no， 所以伊变做动省。今日台湾省政府还阁伫咧呢，所有的建筑物还阁伫咧呢，要创啥？有一天，美国军事政府会要求台湾民政府伫纽约，伫迄个华盛顿 D.C. 的台湾民政府迁回来台湾，啊，迁回来台湾，台湾民政府台湾的训练人四千名，加起来，台湾政府成立了。中国的法律就是安尼啦，所以你唔是伫遮你戆坐呢？你来伫受训唔是戆坐呢？你也知影遮法律呢？啊，所以你伫外口拄到人伫甲你辩论呢，我甲你讲，你听我甲你讲，卖甲伊辩，笑笑啊就好。我定来去形容呢，苹果，台湾都无看到苹果哈，啊，雷山家有啦哈，苹果树。生了苹果，啊个绿色诶，会食哩无？会食哩无？未食哩嘛？是嘛？对不对？卖讲苹果，你无人听无啊？啊，做山药啦，山药啊个山药青诶时阵会食哩无？有诶，那个鞋我着摕起来，甲切下下诶，啊甲甲迄个丝丝诶，着买来食。还有哪好食？啊，我查某囡仔真爱食呢。这同款的经营啊，迄粒山啊，还袂黄以前，卖甲姜慢。对，在你批评台湾民政府，卖插伊，卖甲伊管，互伊去下批评，因为安怎，伊还袂熟啦，伊还佫山啊，山啊青啦，还袂熟的山啊，卖姜甲慢。所以呢，我常你讲，来一了来只受训，是你的运气啊。天注定叫你来啊！我嘛是同款，我来这上课。我这上课是无钱的呢，无聊的呢，所有人无聊的呢。恁来这上课，恁交钱不是交给台湾民政府呢，是交给谁？这个农场的庄主呢？啊，你交钱6000块，正当呢？安怎讲？你讲带三天，困两暗，吃十顿呢？啊，食嘛，敢那袂歹呢？啊，交6000块，敢有过分？无呢？你知影这本来是啥？你听伫遮你上课啦。这本来拢是啥？房间呢？啊，我想先煞讲故事互你听啦，你要听无？要拍拍手，我才要讲。这个农场的迄个头家吼，尤先生啦，70几岁，伊吼。我若见过，我知影伊即摆是头壳伫听，搁偷听着，伊有八个查某囝，啊无后生。所以我以前伫演讲的时阵哦，伊拢坐伫上后壁，毋是遮啦，伫外口，我倒伫伫演讲嘛。讲第三届的时阵，伊来找我啦，伊讲林先生，你即个足对的，我愿意将我一栋厝甲后壁20000平的土地啊，交予民政府去使用。你若听了这句话，你要相信无？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别拍拖。你要相信无？我问你，你要相信无？你相信？你有够好胆呢？我唔相信呐、啊！我真正唔相信、啊。有啥物人对一个台湾人
啊，你过去民进党、台联啊，是啥物政党，都拢无迄款个好康个。啊，说台湾民进有这个好康个，你要相信？我当然不爱信啊。所以伊吼、哦、第四摆、第五个照常坐伫后壁啦。啊，每一摆上都来甲我讲啊。啊，到第五摆我就无法度，我讲安尼啦。咱个财务吼、哦，先退场。电子多新车哦，伊美国转来，我安尼啦，你去看卖啊。我是心里面不存任何希望了，爱来看，看马上打电话，秘书长，你爱来？我想爱去，啊，我无车，坐计程车嘛爱来，我伫台北啊。我既然伊安尼讲啊，我就坐计程车来，我看，我甲看看，我袂歹啦，这个所在袂歹啦。啊，房间，我讲你都无教室啦。伊甲问讲，啊，教室好啊，啊，教室爱几个人？我讲一摆差不多爱200个啦，200个好。啊，真简单嘛。啊，你要住几楼？啊，五楼，用五楼。啊，你这嘛这间这房间哦，我甲讲讲掉就好啊嘛。会叫你讲，你敢不敢？你敢无？你有敢讲的举手我看。你敢讲？哇，你写足好，你是查某，免负责，我知影。无人敢讲啦，我嘛唔敢讲啦。我讲诶，啊这吼，安尼若要到到时都爱讲掉嘛，敢毋是？我著等伊啊。无想讲过电影讲，伊搁敲电话话，林先生你搁来一撮。我一来啊啦，夭寿哦，工人十几个啦，你讲啊啦，哈，你甲讲落去，伊家己开始甲讲啦。啊，伊讲咩啊？从这涂骹拢新诶呢。恁的坐桌啊，椅啊，这拢新的呢，拢伊去学的呢。楼下的房间用通铺，迄嘛拢新的呢。即马后壁黑熊部队的宿舍两层楼嘛拢新的呢。下骹搁一间教室嘛新的呢。即马你去的餐厅500人，那是新的呢。啊，你想看嘛？你交6000块还是迄个高级班1万块？安尼有过分无？啊，伊讲趁钱，绝对无趁。啊，伊原来伫做啥？伊做迄个吼，捕蚊灯啊，伫东京去展览吼。哇，顶回吼，大家甲拍手拍拍，吼，一人送一个捕蚊灯2000块啦。当然，爱国语班伊才有伫送啦。所以呐，后摆国语班吼，我阁小甲下一个吼，得阁送大家捕蚊灯啦。看你迄个有火，迄个运气也无，我毋知影啦。咱11月23、24如果还有今年度上尾一期的高级班呢，所以安尼的关系，咱台湾民政府有这块土地，有这间教室，予咱去用，真正吼，足感谢迄个尤先生啦，下咱大家拍手一下好无？我相信伊伫楼骹吼，伊嘛有听，爱读这课嘛，你听呢？您姐姐讲吼，伊拢伫迄个电脑直播伫听呢。各位，喜欢来一直伫听，因为这款的论述是足深的啦。你唔通想讲你来遮上课，我干呐讲两节课，你就拢捌啦呢？有够深呢！干呐讲台湾这土地甲日本天皇关的哦，我听我讲两工两暗啊。所以即摆讲到台，他说已经讲到1945年。四月初，日本天皇公布诏书，伫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伫万国公法的规定之下，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有的人呢，一直讲吼，啊，不，我等于日本呢、啊。什么人叫你等于日本？无啊，无人叫你等于日本呐、啊。我嘛无要等于日本呐、啊。啊！但是你来讲日本天皇的，日本天皇虽然日本天皇，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第一条的美已经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给限制起来。啊，咱若要真正台湾要自治的时阵啊，要家己来管家己的时阵啊，爱日本天皇同意啊，是安怎？爱处处同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哪甲处处讲？你有好方好方法，你讲有方法要甲处处讲，要哪讲？你要跟日本天皇见面，敢有法度？2009年12月15号，习近平就是马上要接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迄个人，跟日本政府讲，我要跟日本天皇见面。
日本政府跟他们说你要讲什么，他不爱跟他讲。日本天皇，日本政府说 No， 我不安排。他就去跟美国拜托，这美国跟他说的。所以美国透过美国跟日本政府施压，让日本天皇改祭民。在2009年的12月15号祭民多久？15分钟。说什么？习近平跟日本天皇说，我们中国现在稍微有钱，我给你买台湾。其实中国人很清楚的啦，台湾和他没关系啦。他如果要拿回来，两种话，第一战争，第二买。日本天皇跟他说，我日本皇族从来没有卖东西。这样讲话结束。所以各位，中国人都知道台湾的地位，只有台湾人不知道台湾的地位啦。啊，有可怜吗？啊，所以美国说，因为既然这样，这样要去跟日本天皇说的时候要怎样？日本天皇我也见不到了，咱这没人会见得到了。啊，要怎样？哦，我有想到呢。啊，现在才12月啊，我这样，日本天皇的生日12月23，来去祝寿吗？啊，要给祝寿以前啊呐，前两天来去靖国神社给拜吗？因为日本天皇每年拢爱去靖国神社拜，爱真注重靖国神社啊。啊，一日查靖国神社有39100名诶台湾的英灵伫内底呢，啊，无人去给拜过呢。我安尼，我台湾民众来给你拜。啊，你也给他比呢，我台湾主地呢。所以在去年12月20日，咱本来是说吼要去100个啦，啊，跟日本人说吼要去100个，大家都不相信呢。哈，靖国神社100个真的真的假的？是不是10个？你多写了一个零，我100个，结果去几个？105个，含去甲订迄个6000个，因为政府嘛，台湾民政府是政府嘛，去日本的时阵吼，住的是6000个饭店啊。6000个饭店嘛，不爱信呢，真的假的？150个要来带我的这个叫做巨蛋，新的巨蛋的迄个 hotel， 派伊的经理来，来问李英霞，真的假的？李英说真的，哪会假的？我定金就给你啊。所以去年12月20日，咱差不多是包机啦，去日本。12月21，150个靖国神社大门封起来，警察派两架这个叫做警备车，门关起来，无予日本人入去。150个入去靖国神社的内殿去祭拜，同时高沙族高的人去啊跳剑舞，啊，免怀疑的吧。历史以来头一摆，啊，毋着二二的时阵，咱着去日本的国会、去议会去参观。哦，我看足侪人足欢喜的，去拢足大班的吼，迄议员的位着甲坐落，啊，翕足侪相的，啊，这也真好啦吼。啊，23日本天皇的生日，咱有迄当阵吼，咱是5架车嘛。一架车坐30个，因为超工不爱坐足满的。啊，那是政府呢，内阁呢，大家拢穿制服，乌色的。啊，内裤带是迄个啊，做银色的，大家拢同款。啊，这只5架车吼，去的时阵哦，哇，足侪人排队，拢排一天两天呢。底下透明排队要甲日本天皇祝寿啊，几万的呢，1-2万人呢。啊，咱是迄天困到8:00，迄天去呢。啊，去的时阵，咱就要去日本内底嘛。啊，咱有摕咱的台湾民政的旗啊，第一条的迄个啊，做警察把咱挡起来。你说对不起，皇宫里面只有可以有日本的国旗，其他的旗帜都不可以。我马上真头脑袂歹呢。我伫18号的时阵，我就已经叫人，叫什么人？台湾第七任的总督明昭，伊的第3代，替日本
天皇给他接受那本册，来这写台湾的地位，将这本送去给日本天皇看，啊，是要让他知道说，二三，我有150个人，要来给你接受。第二道关卡的时候，那警察雄雄接到宫内厅的电话，一旦走我们的机器进去。有史以来，除了日本的国旗以外，就是台湾民众的旗子入去日本的皇宫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将来吼，一旦把你的子孙啊吼臭屁，台湾政府就是我创造的啦，这大家人都会这样讲啦，那150个啦。但是今年，咱要去200个，现在报名已经167个。但是因为到12月20日还够早的嘛，我给你保证，绝对会超过200个去。所以咱入的时阵，我特别甲大家讲，我讲咱去的时阵，甲日本天皇接受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镜头一定爱甲翕出来。啊，迄日本皇宫哦，宫内厅真好呢。咱就较慢嘛吼，因为咱有诶伫遐等一两天啊嘛。伊就开始开放入面时阵哦，互遐人先行。安尼，互咱呢，咱往豆豆行。咱时阵阵，咱的同志感觉讲吼，啊，咱无爱互咱行较紧的。原来哦，伊皇宫哦是安尼，伊日本天皇伫顶悬哦，啊，即马为遐行，啊，即马行来啦，啊，照次序啊，行到上一边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遐警察足够算的，算到咱拄拄啊行伫日本天皇的头前30公尺的时阵啊，拄拄啊伫遐啦。多伫日本天皇的头前30公尺，你甲看迄，遮拢咱机仔，你有看无？有啊，日本天皇正头前呢。所以，我来甲伊讲，咱的总理吼，嘛足出名的。总理安那呢？总理吼，一个去讲台湾话，日本天皇一个出来，万载万载啊！总理啊，一个话话袂出來，感动哦，啊，目屎一滴人啊，啊，煞话袂出来。啊，就看到这个救命的时阵吼，你也看有机仔足济，对不对？台湾民政的旗啊，有史以来，在日本的历史内底，日本的皇宫头一摆出现台湾民政的旗啊，甲日本的旗啊同时到阵啊。所以呢，迄当阵我叫人翕相的时阵哦，日本天皇在讲话嘛，啊，咱自家欢呼嘛，啊，日本天皇手也咧甲大人摇手嘛，日本天皇讲啥，你敢知啊？台湾要自治，我同意。因为我相片了，我甲美国讲啊，我日本天皇已经答应啊，啊美国笑甲要嗨呢。伊讲你也无听，我讲你嘛无听。但是我有听啊。日本天皇讲台湾主地同意，同意，还有你无？头脑真好吼。今年要去200个，我要甲比一出。我要拜托日本天皇讲一句话，即马我袂当讲。你若去，你就听会到。当时去以后，这200个哦，会伫日本的靖国神社，我翕迄张相。各位，恁爱去啦。但是问题是38000啦。但是38000是开斯马斯的时阵，38000有够俗呢。住6000的饭店呢，7只游览巴士，1只游览巴士坐30个。因为咱是政府嘛，咱袂当凊彩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时哦，你38000以后还阁袂使呢。你伫这个礼拜，你做西装，啊，这西装是咱的东西嘛，替咱做的，一梳两领裤，一领衫，5000块啦，啊，有俗无？有俗无？所以，当然你若无要去，你买去做衫也可以啦。我是建议讲，你若有打算要收。初级班甲高级班的吼，你拢爱去做啦。伊早班呐，台湾民政府一日出来，吼，拢穿一身乌色的西装，地帽啊，伫外口吼，很神气呢。奥巴马因小弟来台湾的时阵啊，迄阵咱拄去参加 AIT 内底的 CIA 的查某囝过生去，咱去解讲者，咱10几个干部吼，站出来。第一个公职是咱国民党，有足侪人讲啊，台湾民政府、啊、这个组织在哪里？在海外吗？
主持人甲伊讲哦，什么在海外？你这，你这井底蛙呢？在台湾呐、啊？啊？有台湾民政府？啊，这台湾民政府要创啥？取代国民党啊？之前那个讲呢？所以报纸的顶，伊拢知无？知啊！你唔相信？你老朋友是哪军的？你甲问，大家拢知啦。列军的，大家拢知啦。所以我甲讲。台湾民政府非蓝非绿，咱不是蓝色，也不是绿色的，咱是本土台湾，叫做台湾军、啊、所以十月二三，这边十月二三，我来鼓励咱各位啊去参加啦。不过吼、哦，爱一刷钱啦，啊，但你很值得啦，绝对值得啦。五天四暗，拢食真好啦。头一暗自助餐啦，但是我可惜我袂当去，因为呢，美国有甲我讲啦，我袂使去。安怎讲呢？伊讲你甲我保护啦，啊，讲遐有理啦。那即马还袂接到捐款的时候，我若出去吼，我甲你保证哦，我会流亡在日本啦。我煞袂当转来。啊啊，无去也对啦。安怎讲呢？因为我都毋是中华民国的人，我无要摕中华民国护照嘛。啊！恁大家完，赶快买些中华民国护照。只不过是讲，恁拢委托我来代表恁留伫台湾啦。安尼好唔？啊，免派税哦。我替恁留伫台湾，安尼唔好吗？不，你嘛算派心呢吼。但拢派税呢吼。啊，我留咧应该拄啊好。当然啦吼，因为我是这个经过这个运动的主导者，我留伫台湾是应当的啦。所以伫这个月月初的时候，咱去啥？去印度，去吐蕃，五十个去，去五十个，含印度、吐蕃自治政府、中央政府，含面国事交换，达赖喇嘛含咱五十个人见面，而且呢，哦，你有看哦，达赖喇嘛底下那块哦，在印度呢，喂，伊的总理。伊个议长、伊个外交部部长，拢含咱见面咩？中华民国有即款机会无？绝对无啦！民进党有无？无啦！国家佫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：十一月份，联合国要派员来拜访台湾民政府。咱免去呢？中华民国派人去，民进党派人去呢？讲要加入联合国呢？他入住都不懂嘛，咱就安那，联合国派人来给咱拜访呢。日本前国防部部长爱知河南顶个月来拜访咱三江两岸，住伫咱遮，含咱各位拢同款啊。日本即摆真侪人来受训呢。今年十二月，伫日本的县议员的选举的时阵，因要组织二十个。一组二十个，一组来咱家受训。明年三月、四月，日本的大学生一间校派二十个查甫查某，咱这边我来共款，有咱家受训的少年啊，三十五岁以下的，嘛是共款大学生，我来要用四十个含伊二十个合作会来上课，交朋友。而且呢，后摆你若较大汉的时阵，甲日本当前这个关系会拍较足好个。要增加台湾跟日本的联系，民进党敢做会到？国民党敢做会到？无呢？这敢台湾民进我都做呢。是安那爱知荷兰来拜访咱，因为两三个月前我甲美国要求，我你组一堆送予菲律宾十二只巡洋舰、巡逻舰呐、啊，你哪会买送予我五只的巡逻舰？啊！我有黑熊部队啊！我的黑熊部队去上船，含日本的自卫队共同保护钓鱼台，安尼敢唔好？美国听你讲，你讲迄个有理呢？伊讲安尼，我来替你甲日本的自卫队讲，所以即个日本自卫队国防部部长来甲咱拜访，我甲要求，伊讲要摕做做参考。啊，美国嘛问啊，啊，你五只船啊要放喺度？各位，要放在哪裡？要放在哪裡？放在弯刀。
我别讲了，我要放伫与那国岛。与那国岛离开花莲110公里。与那国岛，你有看啊？那后来，咱的黑熊，咱的黑熊220个，当然已经有100个啊，搁另外120个，我要规定讲35岁以下的查甫查某拢会当来参加。黑熊要派去日本受训，费用民政府负担，你敢那负担机票就好。安尼有理无？啊，若要报名，爱向你的州长报名。所以明年的3月，日本的大学生要来跟咱做一受训，要让咱这大学生和咱台湾的大学生，啊，甚至台湾这少年啊，变成真好的朋友。日本即马开始讲啥？因为来这受训，爱知河南来这受过训以后啊，等于伊讲啊，伊去组织讲。日本应该将伊日本即卖宪法甲废除啦，啊，迄个宪法啦废除，啊，就恢复到大日本帝国的宪法。咱台湾因为有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一直到今天，所以台湾是日本天皇的臣民、臣民、大臣的臣。但是我有甲各位讲，新日本政府。麦克阿瑟改制定宪法，所以伊变作日本天皇的国民。啊，你家己想看卖啊？臣民较大是国民较大？臣民较大，国民当嘛臣民较大。所以我日本讲，因为日本的靖国神社正式甲咱要求，明年的8月15日，台湾民政府的内阁和日本政府的内阁共同参拜靖国神社。但是我现在跟他要求，我台湾民众要卡头前，他说为什么？我是臣民，你是国民啊。所以他现在打拼，你讲要较紧要将从日本这个新的宪法要废除，要恢复到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他也要变臣民了。台湾人，有的人说，嗯，啊，我老爸老母拢是日本人，啊，我嘛是日本人啊，啊，所以甲日本政府讲，啊，你要恢复我的日本国籍，安尼对唔对？不对啦，你看有亲无？这学问有亲无？是安那不对？即嘛，这个新的日本国家的宪法是新的呢，所以台湾人去甲日本换一个狗，换一个驳回。在1986年的日本高等法院给驳回，他是没解释的原因啦，啊，其实我跟你说原因啦，啊，怎么会驳回？因为我们现在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我们是要向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啦，不是这个新的日本政府的国籍啦，啊，你听有没有？我刚才跟你说臣民跟国民啊，啊，所以即摆即日本新的日本，那废除伊现主席的宪法，变作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的时阵啊，我甲你讲真紧啊！所以将来有一天，台湾行的路是啥？日台共荣，日本现主席的日本政府和咱台湾的政府，甲琉球的政府，这三个变作 Commonwealth 联邦，甲啥？甲英国同款。这是美国规划啊，国迄、那个联合国规划啦。啊，联邦什么叫联邦？联邦就是三个国家合并起来，这三个国家的主权交给我们的象征，就是日本天皇啊。啊，所以后摆台湾唔免惊独立的路线。我是希望美国继续军事政府占领，因美国占领对咱足好个咧。你免做兵，啊！你欢喜无？啊！你嘛爱拍手啊！啊！你交税金，啊！你有欢喜无？啊！绝对欢喜的。啊！你免买军火，你有欢喜无？所以台湾民众三个政策：第一，18岁以上查甫查某送你一栋厝，钱为家来啊！基地租给美军嘛。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有三个所在，拢是
九十九年，搁再九十九年租金啦，迄租约啦。这三个所在拢是因为战争的关系造成的啦。第一个，古巴，关塔那莫湾，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，伊也无你甲你管理古巴同意不同意？你当时在1902年要建国的时阵，伊就叫伊签啊啦。啊，签了后，即马卡斯主讲，哦，无遵守。啊，管你有遵守个无遵守，你就签伫遮。啊，我的钱就逐年的租金来寄去国际银行啊。你要领也可以，不领也会很高兴啊。第二个所在，普天间基地啊。琉球当时照道理来讲，爱兴哦日本天皇，但是伊兴哦日本政府，是因为日本天皇要求日本政府来替伊来托管琉球啦。啊，即嘛台湾的问题啊。刚才是美国讲的，我美国跟日本天皇战争，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我爱跟什么人讨论？日本天皇啊，啊，所以有只推下面来讲，哎呦啊，中国唔知无欢喜不？夭寿啊，跟中国什么关系？领导的顶啊，要改装一个物件，爱问领导的隔壁同意干咩？干咩？唔免吧？这你就知影，啊！你喜欢台湾就爱问中国，跟中国有啥物关系？你老早伫马关条，你已经挂好人去啊嘛！啊，台湾人是啥呢？未晓想啊，自作多情啊！啊，中国唔知赞成无？台湾跟中华民国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呢！你已经挂好人去啊呢？你甲看一张地图，大清帝国的时阵，台湾的地图是啥物？来甲吹出来，较紧嘞！大清帝国不是有全台湾这个岛呢？敢那有西边的西海岸六个屯垦区呢？东边原住民高沙族的土地，迄不是属中国的呢？你有看无？有啊！这大清帝国的时阵呢、啊？啊，大清帝国竟然将台湾规个共割予日本人啊！啊，日本人嘛算真好打呢。啊，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以后啊，迄高沙族一干干个。对抗啊！伊讲你那侵入哦，啊，所以敌刚刚去对抗的时阵啊，变做安那有代志嘛？迄、那个塞德克巴莱迄片你有去看无？迄片，坦白讲，迄片吼，我原来就写一篇文章啊，写做迄片的大概的内容啊。所以塞德克巴莱所做的是啥？迄是一种的冲突。所以伫1905年，甲经过十年。1915年的时候，日本人用警察和这个做警察跟这个军队啊，为北边台湾的北边啊，拍到南边，这叫做征服啦。战争法里面啊，没有打赢打输啦。啊，所以日本人真真正正头一摆400年来头一次建立了台湾的主权啦、啊，是日本人建立的啦。全世界大拢承认吗？1922年2月6号，有一个华盛顿财经协定，内底就成第19条，承认讲台湾平和是日本帝国的，足清楚呀、啊。啊，即摆搁你挥啊！啊，这读国际法是你挥啥？我都看无咧，家己无认真读册啊。所以恁各位，咱即摆读册的，恁去外口绝对会当足臭屁的，我无来骗。我甲你教你一个秘诀，你要听无？美国法院宣布台湾人无国籍，对不对？请问，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物？你拢戆样嘛？日本的，我讲唔是恁干恁戆样啦，日本人都同款戆啦。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？来，日本的亚洲，美国的亚洲，你拢无咩亚洲呢？啊，无国籍的亚洲，未歹呢。我不知道，我头拄仔歹讲台湾人无国籍，日本天皇无国籍，谁人来无国籍？因为日本天皇没有效忠的对象。台湾人无国籍是啦，因为战争就这样和平条约的关系，咱暂时无国籍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效忠对象。啊，你也无效忠的对象，我请问你是做兵做假？做兵就是效忠什么人？无呢？美国已经判过来，所以我跟美国政府讲啊，你若搁给我台湾人做兵哦，我搁给你告哦。
所以马英九伊宣布讲，2014年台湾人唔免做兵，唔是马英九好呢，是咱台湾民政府替咱人争取的呢。伊即摆讲咩募兵，讲你募兵试看卖啊？你若募兵，我随过甲你过。所以美国啊，已经从中华民国所有武器采取一项一项较修订的，迄、那个空中预警机有啊，本来有四架修订呀，飞弹修订呀，战车 M48 上个大型的一个中队修订呀，即马第二个修啦，因为我甲讲啊真清楚啊，我台湾民主无武器嘛，啊你中华民国有武器，啊我要怎么样跟他对抗？所以美国讲安尼好，安尼中华民国，我来处理。我丢，我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，是向 USBMG 啊接政权，我甲中华民国无关系，我甲中华民国不会发生冲突。所以您放心啦，我们不跟中华民国发生冲突啦。所以呢，您伫只上课非常放心，安如泰山呐、啊。安尼好无？所以台湾民政府。主张台湾关系法要取消，我知影未取消，但是呢，美国讲你莫叫我取消啦，我甲放喺垃圾桶内底就好啦，我就用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内就好啦，因为美国法院安尼判决啦，所以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等来台湾，一切过关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回来台湾，美国马上宣布台湾民政府为华盛顿地区刷回来台湾，和台湾的这个台湾民政府合起来，就是台湾政府啦。不怪那个郑主宰先生啊，那个把政经开枪的那个，他说这么简单，我们拼这么久，我说你就怕不到房间啊，你若惊到房间，咱嘛袂遐艰苦，对毋对？啊，讲话讲等等啊！我为2004年，李登辉甲我讲，你乃袂，你读国际法了，你乃袂将国际法甲囥喺迄个政治法甲囥喺即个台湾的地位看卖啊！我开始我嘛改变呢，哎呦，啊，陈良基、黄雕，迄个黄雕中啊，迄、那个册写干呢啊，你敢无看？伊讲无咯，你读政治话，你甲囥喺内底，无啥共款呢。啊！介绍何瑞恩给我认识啊，一个坑来夭寿啊！我就开始写文章，我写几啊千篇呢，我用各种的角度拢甲写，互遐独派拢无法度阁写，因为所有角度我拢写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论述我们就独占啊，台湾民政府独占啊，啥物人要来用，无可能啊。啊，所以即马独派你讲呢？派人来跟咱讲嘞，跟咱总迄个主席讲嘞，啊，恁即摆吼，啊，美国你该斗三工吼，我买张分一撮，因为阮已经拍拼台湾独立嘛，拍拼四五十张啊，我你看着贵嘞，你敢带唔着咯，互阮安尼交遮济钱，啊，佫示威示几啊摆，啊，拢无效，啊，愈行愈退步，啊，你要分啥？哪说啦？我甲讲。伊讲吼，啊你若接着政权吼，你嘛爱一挂精英呢，啊，阮遮拢精英呢，啊，你看着鬼样啊？遐精英拢是贪污的精英啦。各位，咱若执政，你若贪污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死刑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我也甲你保证，你若执政的时阵，咱执政的时阵，你的薪水绝对现准是三倍到五倍。这点我绝对敢甲你保证，咱唔免用遐济人啦，即爿拢电脑呢。中华民国的官员，你知后摆咱会偌济？差不多20万啦。我甲算你啊，差不多20万的迄个公务人员啦。咱若即种，卖用遐济，拢是遐下骹做甲要死，顶悬拢伫拍球啦，中昼时啉甲面红红啦，红包伫收啦。够伊啊！迄种是讲公务人员，后摆公务人员没有保障，我先甲你讲哦。但恁老人年金啊，绝对有800块到1200块美金，我甲你保证。
现在台湾人薪水大学毕业存1800块，1800块呢，为4-5万变到1800块呢，还找无呢？我一天看一个消息哦，真正练目屎，一个读个硕士啦，助学贷款啦，60-70万啦，找无头路啦，在伊个爸母个面头前跳楼自杀呢。所以我等下告伊讲，即款个助学贷款，超过台湾有90万个学生囡仔啦，民政府来执政，即90万个助学贷款一笔勾销。你台湾人未当读册，做个助学贷款，你予遐中国人来台湾读高中30000块，可恶啦！我甲你讲，台湾无人才吗？台湾敢那是未输敢那高才、奴才同款呐。所以，咱的这个政策，18岁以上查甫查某，政府免钱，予你一栋厝，你后摆免买厝。啊！你有厝，啊！你有做工课，有钱好摕，你唔免贪污啦！我无甲你骗啦。后摆咱台湾唔免掠去，啥物人犯罪，我无爱管啦，我要用鞭刑啦。各位，我乃就讲你犯罪，我就阁甲你起一个监狱，啊，阁请一个人甲你顾，啊，阁煮饭互你食，你看到鬼？鞭刑，你然后转去。高富帅，家己去搞。安尼讲半十个，安尼讲拍三个，你就分做两届，一个月两个，两摆到三摆安尼，好，你一年，规年烫天，拢你尻川边拢你疼。我跟你讲哦，迄物质嘞吼，我无跟你骗哦，绝对你要看迄图。安尼啦，变成就安尼有看无？夭寿哦，这一个月较未好，未好呢。啊好以后过来，啊未完的拍完，所以咱两种的刑期啦，一种死刑，另外一种是这個，啊你唔通贪污啦，贪污已经死刑，啊若犯罪嘛是同款安尼啦，啊你会阁犯罪无？我唔相信遐黑道，叫伊来看，黑道偌歹，免烦恼啦，台湾民政府无你惊黑道啦，你有钱，我爱钱比你较好，我跟你讲。好大，现在搁提醒出来看卖啊！请抓到死刑，不管你有犯罪无犯罪啦。台湾的治安也好啊，台湾啊治安也好，大家拢有偷哦，生活都美满嘛，敢不是？我今日的课吼，上到这啦，我都爱礼拜下晡点半吼。啊，才有搁上啊！这个咱大家民政府的初级班吼、哦，上过以后啊，你每一期的礼拜下晡，你会当倒来上课。因为你看吼、哦，礼拜的时阵咱只已经坐到满，就旧的拢会倒来听。我就从最近的这个新的消息哦，伫礼拜的时阵哦，同时吼、哦，给遐旧的人听。因为恁今日上过以后，后摆你就变旧啊啦，今日较新尔啦吼。过两天，你就变作旧去啊！啊，这个第三天的时阵吼，美国政府咱奉命，美国政府要送你一面足大支的美国的国旗，哈、哦！啊，这送美国的国旗，你应该知影伊的意思。蔡英文去美国的时阵，美国人送伊啥？美国国旗。啊，咱即马同款，咱的受训的第三天会送你一面美国的国旗。所以呢，第三天的7:30，咱明仔载是我啦7点食饭，啊8点上课。啊，但7:30的时候，我来请恁起来，啊，因为7:30到8点的中间吼，啊，一寡代志吼，会甲各位报告。啊，这三天拢同款，恁即马坐位就是你这三天的位。啊，即马天气有小啊较冷，啊，棉被吼爱小加嘞。但是这款天吼，我感觉足好困嘞。但是你应该不一定困得去，因为往冲迄个棉床啦吼。所以不一定会睏啊无好，但是我甲你保证，明仔载你会睏啊正好。啊，明仔载课足重的哦，为7:30上到10点。你若唔，迄、那个学生足久无做吼，你明仔载就真正互你做学生啦。来，今日上课到这，谢谢各位。起立。
今日饭厅有点心。